我知道想要学会怎么跑步，要先会跌倒，擦了要扛起烦恼，不为嘲笑你就能骄傲。我知道今天烦恼明天更好，努力向前跑，我得到梦想中我想要的骄傲。欢迎收看《Minecraft 20传说灾祸之章》，我是尼亚斯。然后上一集我们玩到哪里啊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对不起。我看一下啊，地图是 X， 然后东西怎么都不见了啊？我知道了，是这个吗？看一下，好像也不是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的那个标记点怎么都不见啦，标记点嘞。我是把它调掉了，等我一下、我看一下、那应该在哪里啊？不对，这是开，哦，这个是那个，那我的那个标记点嘞？这个是那个啦，这个是方形跟圆形，我看一下到底在哪里啊？那个标记点照理讲应该是这个吧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是我们是搜索到哪里了、我真的有点忘记了，对不起。是这一排都搜索完了吗？我完全对不起，我完全看不到那个所谓的小地图的标记点啊，到底在哪里啊？是这个吗？我看一下啊 ，lighting， 不对，不是这个，让我研究一下。有了啦，我找到了，就是按 N， 然后这个 waypoint 这个开启就 OK 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一排全部都搜索完了嘛？那再来是下一排这一排，吓到我了，吓到我了啦，好大声哦！好，再来是这一排的建筑们，从左边开始搜索。对，我们先把这一边的物资全部搜索完，再去医院好了。对，医院，我们上前面几集去过医院了，对不对？然后，那我们接下来搜索之外，我们要干嘛？看一下哦，不对，不是这个。我记得有一本书，我也忘记了是，他好像说那个啦，入口在这一边的，其中一个那个叫什么？其中一个建筑内有那个安格雷拉还是安布雷拉的那个入口，地下实验室的次要入口，所以我们要去找到那个次要入口，就在这个房间内的其中一个地方哦，我们要找一下。目前是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，对不对？都是一般的，就是房屋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看起来隐藏的东西之类的，完全是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就很正常嘛，对啊，就然后累个这样子而已。这个画应该也没什么好钻的，因为它旁边就是墙壁了。我们再来设一下那个点，设点是按 C 嘛，对不对 ？OK。我们这边也 clear， 等一下，我好像忘记改那个名字了啊！算了，不对，我这样应该可以改，按 N， 然后我这边应该可以改这个，我们可以，不对，我要改它的名字，要怎么改啊？有了 ，clear，C 要大写 ，clear， 好 ，clear，OK， 完成，再来下一栋。我之前玩，我记得好像是在一个水池里面，就是那个入口，因为忘记了，找一下，就是它会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之类的。应该不是这个入口，我记得那个水池内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的样子，印象中啦，因为很久没有玩了。之前我好像没有玩到破关的样子，CPU 好酷哦，然后。然后我们这边收集一下东西，就可以再去医院跟他们换点物资，对啊，所以这一几集可能会有点闷啊，就是没有什么僵尸可以打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怕。只可放入安格哦，这里吗？大门解安格拉员工 ID 卡，我有这种东西吗？我好像没有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我真没有这种东西耶，我有安格拉大门解密光碟，但是没有那个什么安格拉员工 ID 卡。有没有这个东西啊？员工 ID 卡、解密光碟跟 ID 卡、解密光碟，好吧，没有关系，
我们到时候就把这边设一下那个特殊的标记，到时候再过来看看这边有什么，然后没有什么。哎，我们上一集有拿到什么特殊的东西吗？有点忘记了，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好像有印象哎，我们上一集有没有拿到一个什么需要？哎，我记得哎，是我记错还是怎么样啊？我记得上一集我们好像是有拿去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它有一个红色的方块要打掉嘛，可是我们从里面拿到啊，战斗短刀啦，想起来了，对啊，从里面拿到这个战斗短刀，蛮酷的，就是没有打掉那个，居然就拿到了。我们这边做个标记点啊，这个标记点，这个就打入口要怎么打？我们打豆儿好了，好不好？豆儿，这样浅显易懂，豆儿进入的大门就在这里。我们已经搜索一半了，剩下一半可不可以不要搜索啊？我有点懒。相信观众看了也无聊嘛，我们就这一排搜索完，剩下的就不管它了啦，太懒了，对不起。应该不是重点，只是搜索点物资可以以便使用而已。我刚刚不小心把东西拿出来，巧克力，我现在超多食物的，没东西。解毒药，我越来越多东西了。这水池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吧？对，看起来是没有。二楼。什么声音啊？惊死人啊！我已经，哎，我包包已经满了。我把磁质性弹药、力量药水，我把一个防弹背心丢进去好了。相片蛮重要的吧？我记得好像蛮重要的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治疗药水？没有位置啦，没有位置啦。治疗药水跟。我觉得枪应该是不会坏掉啦，枪留着好了。到处换东西，这边应该没东西了。好，这一层这一个栋楼也搜索完了，声音有点卡。好，这边也可以 clear 了 ，clear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是要搜索哪一排啊？我看一下哦。对，这边也 clear 了 ，clear。好。接下来我们往啊，肚子饿了，吃一下食物。食物在哪里啊？食物在这里。最后两栋啦，就可以回医院，然后准备前往那个入口。可是我要知道那个入口需要的是 ID 卡，还是真的是要解密光碟就可以了？不确定，到时候再看一下那个说明书好了。这水应该没什么东西吧？看起来是没有。没东西，没有东西，有东西，有东西，没东西，呜，有血，治疗药水，没位置了，不拿了，放弃。好，我们这边也搜索完了，剩最后一栋了，快！时间紧迫啊！克利尔 ，OK， 最后一栋啦，接下来就去医院吧。入口在哪里啊？哦，入口好小啊！渐渐开始暗起来了，天色。OK， 我顺便我还是检查一下水流好了，因为我在想，搞不好那个应该是额外剧情的东西。呜，这好酷哦！也有可能它并不是真正的入口，只是可能攻略到后面有需要进去的一个地方而已啦。所以我们先不要动它。哎，没有暗藏玄机吗？看一下，没有东西。好，楼上。哦，哎，这个水流是可以直直下去了，但是有什么用？哎，好像没什么用。我们直接从这个水流下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好了。虾米龙宝 ，OK， clear。好啦，接下来我们去医院吧。我看一下医院在哪里。医院旁边有个水池，所以应该是这个方向吧？对不对？我应该没有走啊，不对，要直走左前方那个，不是右前方那个。我以为是这个啦，这不是医院，这是公园。好，我们要到医院了。
然后去拿回我们的书，先把一些东西跟幸存者交换一下好了。OK， 我们继续走吧。晚上其实蛮漂亮的，只是说真的有点太暗了。我自己私底下看一下我前面几集啊，我真的发现啊，刚开始那个场景暗到不行，真的超级暗的，暗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。光影啊，真的是太暗的地方真的是很困扰。对啊，食物箱子对吧？哎，发生什么事情？食物箱子，然后一箱粮食，好，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干粮，干粮长得很像书呢。这个是生存物资，生存物资，手电筒没有，可以换食物，没了，你嘞？闪光弹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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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等一下，弹药箱没有，没有，我可以换弹药跟一般的枪 ，OK， 再来上去楼上吧，我们把东西换完再说啦。这一集也是无所事事，搜索物资，无聊无聊。五十字架直接换了，死亡之，哎，那个叫什么？死亡笔记本，回忆相簿啊，不是回忆相簿，不是给你的。古十字架，这好像近战武器，对不对？不死克星，圣水。你呢？成功说服幸存者的这边啊，这个好像也是主要任务之一嘛。这等一下，日记。然后相片有相片有，然后羽毛笔没有，遗失的相簿也有，还有嘞没了，你嘞？血清没有，哎，为什么你要的东西我都没有啊？啊这个嘞？手提工具包哦有，然后工具箱有，然后没了，哎。那我剩下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？这回忆相簿有什么用？等一下，回忆相簿不是这个人要的吗？看一下，没有啊。他哎，啊辞职信嘞？辞职信有什么用？谁能告诉我一下？辞职信是干嘛用的？对不起，我不太懂。等一下，哎啊 ，CPU 哎 ，CPU 跟辞职信有什么用啊？幸存者长，好啦，我先说服他啦。等一下，哎。我的 ，OK， 成功说服，好啊，有没有燃料啊？好像没有燃料，对不对？回忆相簿，我印象中是这个人的啊，为什么他没有啊？这个也是那个嘛？哎，等一下，这边有燃料吗？这边好像没有卖燃料，对不对？燃料去哪里收集啊？我觉得这个应该要给他圣经，那这个就只有这个而已，好吧？先离开吧，我先把苹果收起来。我看一下这边的书啊，游戏剧情看一下。好好好好。星辰之中的艺术天地。等一下，他是说，我看一下啊。星辰是以北数公里处有间。哦，那是主要入口。哦，艺术天地也有秘密的小入口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所以，到底是不是应该用那个安格雷拉解密光碟啊？主要任务看一下好了。主要任务，带回两桶燃油。哦，好哦，并带出其中央 CPU。我已经有一个 CPU 了，可以吗？OK， 说服他们逃离城市已经说服了。OK， 这没有问题，其他就差不多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就准备前往刚刚那个找到的那个入口吧。我们试一下那个解密光碟，看看有没有用啊？希望是有用啦，超暗的，暗到一个爆炸，暗到我电脑快爆炸了。入口在，我看一下 door 在哪里啊？超乱的 ，door 应该在这边是 clear 吧 ？clear 都是 clear 啊 ，door 在啊，在那里啦，看到了，就是这一栋吗？啊，这一栋，对对对对对，
我们把那个解密光碟丢进去看一下有没有用啊？没有用的话，我下一集再说啦。在哪里啊？这里，有了。然后我们把解密光碟，有用吗？好像有用哦。然后我听到，呜，吓到我了，什么声音啊？呜，吓没吓？我好像听到这附近，哦，天哪，酷哎！好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应该准备好了啦，可以下去了。好，走吧。哦，哇，秘密实验室哎。OK， 我们下来了。哦，有血迹，这有什么用？好像没什么用哈，就是装饰的。好，先前进啦。地下居然有这么大的地方，哇，超大的！哇，天哪，好大一个地方哦。放入安格雷拉大门解密。等一下，哎，啊，我刚刚放进去的那是什么东西？哎，等一下，啊，我刚刚放进去的那是什么东西啦？等一下，我是不是作弊了？是这个吗？哎呦，什么声音？哦，有僵尸！僵尸你好，开枪试试看。哦，有好多僵尸哦，两只哎。等，我先把这些僵尸打掉。我怎么听到？哦，好多只哦，死了。还有吗？没了吧？哦，大门打开了。我觉得我有必要去看一下其他人的影片，看一下我是漏掉了什么东西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说。那我们这一集先暂时到这里结束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或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帮我个喜欢，或是订阅，或是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们或是同学们看。那如果更多人看的话，我会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哦。那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